您翻开《慧解本质》第151页，《慧解本质》151页，旧版在143页。我们在上一堂课将第30条经理百一戒说过，那护戴啊要说明的，也就是说呢，这常斋夜或者六斋日，那么遇到呢这个日子的时候，他必须要受持八关斋戒，也就是说呢，要加受法。再到有时间呢，到寺院去受。哦，没有时间，有寺院障碍，要上班，哦，那么可以啊，明相初的时候，天亮了就可以在佛前知识受。那也就是说呢，斋日的时候基本上啊是要加受八关斋戒的话，而不是说遇到这些日子哦，这个戒体自然升起了，哦，就开始持戒了，吃了两天呢，接着又没有了，时间到了又自然戒体升起了，这个戒体没有这样的，哦。跳来跳去的可以这样跳的，哪一天呢自动升起，哪一天没有，没有这样的戒体的，哦，所以按戒体意义当中来说的话，因为我们这经理白衣戒就是规定你要受，你受这一条戒你要加这个受八关斋戒的话，遇到这一些日子常斋夜六斋日，而不是呢，这个净好时就是八关斋戒的戒体，不是的，那是菩萨戒的戒体，八关斋戒的戒体另外的，另外要加受法。所以呢，这一点呢，我们也要了解它。就着戒条的属性来说，不净好时不等于八关斋戒。就在戒体当中来讲的话，没有六斋日才有戒体，平常没有戒体，没有这样的戒体的，哦，所以呢，这个按照义理，种种的义理来讲的话，就是呢，遇到斋日要加受八关斋戒的话，又者斋日的时候，假使遇到因缘呢，哦，有事缘，哦，你明明知道这一天呢有事情，然后过午的时候或者亲戚朋友等等呢，你没办法吃斋，哦，那这时候怎么办？斋日的话，基本上明相初就说法了。要是呢真的有这一种的事缘的障碍，在过中之前，舍那个斋这一条戒，不会死死。那早上啊，还有一个早上的受法，完整的八关斋戒。那日中之后，前面呢，在日中前将这个斋这一条戒舍弃了，就剩下八条戒，持八戒的善法。那这样啊，也是哦，非常好了，还有功德可讲的。不要说呢，遇到今天有事了，那就全部都不受了。哦，那前面呢，我们在上一堂课也说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呢，你上班，哦，那你也可以手持这个斋戒的情形，早上吃饱一点。那身上带一些零食，要过午之前，日中前呢，稍息再补一点，哦，那这样呢，一天也过了。
那么，总之呢，就是用种种的方法，能够手持这个八方斋戒，而不要说呢，哎呀，这不要吃的那么执着啊，我们都是随身烦恼的，在择善固执当中呢，不能够坚持的话，这个恶化习气呀，是没办法改的，没办法改。所以啊，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们要用种种的方法。最初啊，你不能讲圆融啊，讲什么持戒的精神呐、啊？什么是持戒的精神？持戒的精神就叫你不要下三恶道啊。简单说就是这样。你能够去做，没有恶业就不下三恶道。要是但是讲心呢、啊，事相上都不做，那个业就在那个地方等着。所以。这是佛为我们所施设的，不是人讲的，是佛说，以说佛说为标准。那接着呢，我们要再说明的是属于总结这一段的文。如是十戒应当学，尽心奉持，自戒品中光明。这是第三段的总结，第三段。那么如是十戒，如是就指前面的这十条戒。那么如是这上头这十条戒呢，应当学。也就是说呢，劝我们修行时时刻刻啊，心心念念，要修学这个戒条，不要有所忘失了。最初要能够把文字读诵。再来，进一步要能够解义，最后面呢要躬行其事，运用在啊日常生活一三业当中啊去奉行。所以说要以恭敬之心呢来奉持，无所违犯，自戒品中广明。在呢大部的菩萨藏当中呢，那么。自戒品这一品当中，有广泛说明这十条戒的开支迟缓呐、轻重等项，这个地方所讲的都是约略的这么说的，要是呢没有这祖师大德的解释，戒条是很简要的，很简要，开支迟缓的情形啊，比较不容易，大概而已，细的没办法看出来的，所以说呢，自戒品中呢，有广泛的说明这十条戒的开支迟缓、轻重等项。好，那么这第三段呢，我们就加以说过。接着呢，我们要再说明的是属于第31不行救赎戒，不行救赎。也就是说呢，娑罗菩萨戒作为一个佛弟子。假使呢，见到贩卖佛、菩萨、三宝，我们应当要方便救护，把它赎回来。要行着救赎的事情。如果呢，不能够这样去做呢，那就违反了这条戒的，不行救赎。是所犯的过失呢，戒是能护之行，能守合称。叫做呢，不行救赎戒。接着呢，我们要说明的是字义，请看着补充讲义的第49页。那么第49页附表41。初自义者，菩萨见众生在二。理应以命救济，何容见自所尊三宝阿僧二人所卖而不救赎，故须自也。这一处讲到自戒的意义啊，是怎么样呢？菩萨，假使见到众生呢，在困苦恶难当中呢，义理上应该，
引命救济，也就是说呢，乃至于西施自己的生命呢，也要去救济他。尚且应该如此哦，何容怎么容许见到自己所尊重的这个三宝，以及父母恩亲，被恶人呢所卖，而不去啊救拔赎回来呢？所以必须要自戒。那么第二呢，讲到次第的情形，千故患中尽，今不计真二故也。前面一条解，故行毁患呢，中尽。而现在呢，这一条戒啊，是不计处所尊敬的三宝、恶亲的这一种厄难啊，不去救济他的缘故。接着呢，我们看着戒文的本身啊，那么请诸位啊一起念哈，这个精神会比较好一点哈，那我们就一起念哈。佛言：佛子，佛灭度惑，于恶世中恶见坏道，一切恶人皆罪。奈佛菩萨不悟形象，即卖金律，贩卖比丘、比丘尼，亦卖发菩提心菩萨道人，作为官属于戒人做奴婢者。而菩萨见是事已，因生慈悲心，方便作奴，辅助教化取度。如佛菩萨形象，即比丘、比丘尼、阿含菩萨，一切金律，若不除者，犯轻若罪。那么戒文的本身呢，分成三段：最初飘然，第二叙事，第三结罪。那么现在最初飘然，佛言：佛子，佛言，也就是说呢，另外一品的开始。所以啊，在观上，佛言就佛陀所说。佛陀说呢：佛子。这个佛子就指着能患的人，标人就标出能患的人。佛灭度惑，以二十种若见外道，一切恶人贼贼。这是呢第二段的叙事，又分成三段：最初能脉，第二呢所脉，第三因俗。现在呢，第一段属于能卖的人有两类人，恶人跟劫贼。佛灭度惑，这是呢指出这个时间是在佛灭度之后，意思是说呢，佛在世的时候没有这一种事情。那佛陀呢灭度之后呢，在恶世当中呢，后有这一种情形发生呢，所以说于二世中，在呢五则二世当中呢，这个二世呢，维益大师呢何处解释说呢，二世者，正大事心持应悲之时。所以呢，讲到二世的情形呢，正是呢菩萨大士呢，他呢发心啊，发慈悲心呢，普度众生，悉菩萨道的时候，所以叫做心持应悲，也就是呢，升起着大慈悲心，悉菩萨道的时候，莲池大师的话引说呢：二世者，名佛是人善，无如此事，为二世有之。菩萨当于二世呢，行善事也。二世的意思就说明呢，活在世的人，他呢都是呢很善良的，没有这一种事情。而唯独呢，在五浊恶世当中呢。才有这一种情形发生呢、而菩萨佛子呢，应当呢在五浊恶世当中兴起呀、
度化众生的这一种善的事情。那么在五浊恶世当中呢，若见外道恶人这一节，这外道因为信邪的缘故，所以啊贩卖三宝的形象邪性呢，也就是呢不相信三宝啊，因此就贩卖三宝的形象，或者呢一切的恶人啊，恶人呢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无恶不作。那这些啊，就是这三类人啊，有这三类人，不是恶劣，三类啊，三类的人。那这些因为啊求利的缘故啊，偷来的那就拿去卖了啊，所以无所不卖的。接着呢，卖佛菩萨、父母形象及卖经历，换卖比丘、比丘尼。义卖发菩提心菩萨道人，或为观时于一切人作奴婢者，这是第二段所卖，也就是所卖的事物啊，所卖的简单说就是呢，贩卖三宝、佛菩萨、父母啊。那么这个呢，就等于佛宝、经历啊，等于法宝、比丘、比丘尼。生宝就贩卖三宝的情形。那么假使呢看到了上头的这一些恶人等等呢，来卖佛的形象、菩萨的形象还有父母的形象，这父母的形象呢，莲池大师呢他解释说呢，说为什么卖父母的形象呢，意思是说呢，有的呢儿女用沉水、旃檀或者七宝来做成自己啊父母的形象纪念呢、啊，哦，被偷去了也会被贩卖的。那么另外呢，法藏大师呢他解释说呢，意思是说佛菩萨尊重啊如同父母。而不是说呢有父母亲的形象，这是法藏大师的解释。其实我们尊重呢佛菩萨如同父母一样，所以讲卖佛菩萨父母的形象。那么即卖经历，以及啊也贩卖经典历典，包含了也有论典，就三藏的经典。贩卖经典的，那接着呢，贩卖比丘、比丘尼啊，也包含了下三众啊。那为人家做这个奴婢的情形，或者呢，贩卖啊发菩提心的菩萨道人啊，上头呢比丘、比丘尼，这是小乘的。发菩提心的菩萨道人呢，这是属于大乘的僧宝，也包含了七种弟子啊。卖到哪个地方呢？底下说呢，或为官使啊，或者作为国王百官的使人啊，使唤的人，或者卖于一切有钱的人呢，做奴、做婢啊，这种情形。那么智者大师的译书啊，里面解释说，说见有卖佛菩萨形象不救赎损入之身呢，会大事行，应随力救赎。看到啊，有人贩卖啊佛所形象、菩萨的形象而不去救赎，这是呢损害啊耻辱之身，非常严重的。因为啊，三宝是我们所尊重的对象啊，所以啊，你不救赎，就非大师行啊，不是菩萨之行，应该要随力，随力就随自己的能力，而能够去救赎。
莲池大师的华严解释说呢，父母兼我人父母而言，孝子呢敬其亲，及人之亲呢况大师乎？啊，说呢卖父母的形象呢，也就兼带啊我还有他人父母的形象来讲的。那么儒家当中尚且说孝子恭敬他的双亲呢，以及还有他人的双亲，更何况呢是我们菩萨佛子呢，更应该要救赎自己的双亲，也要救赎一切人的父母，就包含了自己跟他人的这个父母。接着呢，而菩萨见是事已，因生慈悲心，方便救护，处处教化起悟，实悟活菩萨形象，即比丘、比丘尼、花心菩萨一切经律。这是第三段的应属啊，应该啊救济赎回这个三宝。而菩萨，然而呢，这个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这个菩萨，见是事已，要见到呢这一种情形的时候呢，应该要升起慈悲之心，拔苦以乐的心呢、那么用种种的方便，要尽自己的能力啊，而来救护，方便救护。方便就是方法，用种种的方法，尽自己的能力啊，想办法呀，来救护。那么欧益大师呢，何处说呢？方便救护者，尽其心力啊，不得隐忍做事也。方便救护，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以种种的方法，要尽自己的心力来做，不可以隐没。忍心呢，做事而不管，不可以这样的。处处教化起悟。假使呢自己没有能力啊，去赎回，也就自己没有这一些能力，没有能够赎回的这一些资财了，那怎么办呢？要处处去教化他人，请他人花心呢、起财物而来。救赎活菩萨他的形象，以及比丘、比丘尼，还有呢花心的菩萨，以及啊一切的经历。自己没有能力，应该要处处去教化，请有能力的人呢、花心来做。莲池大师的华严呢说呢，教化起悟者，若即无能熟之资，应广劝他人花心啊，不得做事也。那么处处教化呢起悟，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假使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不能够呢救赎，没有这一些资财啊，那就应该要广泛去劝勉他人啊，来化心。那不得做事也，不可以做事呢而不救。那也就是说呢，看到了就要有动作啦，我们自己可以处理就自己处理，不能的话那请别人花心来帮忙。接着，若不赎者犯轻过罪，这是第三段呢结罪。说呢有能力或者能够教化他人来做，而却呢假使不行救赎的话，犯轻过罪。接着结罪重轻，此戒被誓言成罪，即被誓言而成就违犯了轻过罪，第一应赎净，应该救赎的境界什么呢？为尊相、经律、僧人等。意思就是说呢，尊相就活菩萨的形象，还有经律
以及僧人，就是三宝的境界。第二呢，应所想，应所想，哦，应该要去救赎的这一种想心，也就是说自己有这样的责任，哦，你内心当中呢，明明知道，啊，应该要去做的，自己有能力呀，啊。六俱恶种恶轻恶患，啊，那么应赎跟非应赎个别有三句，应赎应赎想，应赎应赎疑，这两句是重，重就是本罪，啊，本罪。应赎非应赎想，应该救赎的，但内心当中认为 这不是三宝的境界，不是应该救赎的，那这个不换。再来，非应赎不是应该救赎的，它也有三句，非应赎非应赎想，不换。再来呢，非应赎应赎想，非应赎非应赎疑，疑呀，疑心呢，就是呢，应赎跟非应赎各占一半呢，所以啊，他也有比较轻的罪，所以后面这两句啊是换轻，啊，换轻，所以说恶种恶轻恶患。再来第三呢，无救赎心，没有救护赎回的心。第四，令彼泄入，使令呢让这个外道恶人呢，啊，来亵渎侮辱这个三宝，谁是要结构的，啊，开的情形，利不及者非患，设利不及而莫不关心呢亦患，自己的能力啊办不到，哦，没办法做了，办不到，不是你不想做，是没办法，那不换，哦，在底下呢又附带说明，设利益不及而莫不关心，哦，这个心态上，啊，很要紧，哦，假设你的能力是办不到呢，然而你的内心也没有那种不忍的心，哦，没有不忍的心，那木然不关心呢，无所谓的，哦，这个也要换，内心当中没有这种的痛切之念呢，没有这种情形，那要结患的，哦，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应该要对这种境界要升起一种痛切的念头，然而呢怎么想办法没办法呢，哦，想来想去就是没办法，能力啊办不到，这样呢不结患。再来呢，善事开者，为则不开，或如法流通经典不换。因为戒文当中讲到了外道恶人或者盗劫，他们来贩卖，哦，那么这种情形呢是不可以的。这里讲了如法流通经典，所谓的如法，如法就是合理的，哦，合理的。那当然呢，我们的法宝都运来结缘呐，啊，哦，但是这个一运呢，运久了，这个开销很大的，哦，所以你说一般人要这样花心呢，啊，不容易，哦，所以啊，他为了使令呢方便大家去请到这个法宝来受持，哦，或请到佛像来礼拜。种种的这些法器啊，开文物流通的，哦，方便大家在修行当中呢助缘，容易取得。那么如法的流通，合理的，不要暴力，暴力啊也要换的，有因果的，有因果。就是我们平常讲工本会啦，哦，工本会，把你自己的工钱呢放在里头，哦。它不可以暴力的，如法的流通呢？好，这是不换，啊，不换的情形。那一所果报，不救则失于恶力，救则济足恶缘。
不救，本来应该救而不救赎，那就失仪啊，自利利他，菩萨道啊，他就不能成就了。要能够救赎的话，就记住啊，恶眼就福德跟智慧的庄严。我们呢，救这当下，这当中会有福报，再来我们的面对的境界，三宝的境界，都能够开智慧的，啊，开智慧，经典开智慧，活菩萨也开智慧啊，僧也是开我们的智慧啊，所以啊，它有福德跟智慧两种的庄严在里头。那接着呢，信则恶业。好，信则恶业。我们看的230页，旧版219，31不行救赎戒，同又是属于遮业。七众弟子是共同制定的，大小乘不完全相同。底下说呢，小乘呢不属父母得罪，一意不见智。大事呢，弘护为任，啊，一切应属小乘、声闻乘呢，当中制定不救赎父母要得罪的，其余的就没有看到有制定的。而呢，菩萨大事呢，弘护就弘扬佛法，救度众生为己任呢，所以一切呀，都应该要救赎。不单单只是父母呢，三宝的境界哈，这些都要的。再来观心理解245页，旧版在233，啊，31不行救赎戒，不知兴趣名脉三宝。方便开示，令之信迹名为救赎。说呢，不了知我们本性当中具足有一体三宝，这个叫卖三宝啦，啊，换卖三宝的。那而呢，方便开示，使令了知呢，我们本性当中具足有一体三宝，这个叫救赎，哦。把它赎回来了，就赎回来了，哦，这个一体三宝，一体三宝呢，就是说呢，佛宝啊，法宝、僧宝，那么以诸法实相的智慧啊，觉了一切诸法，非空非有，亦空亦有，啊，非就是双遮，亦就是双照。啊，遮照同时，三智圆觉啊，叫做佛宝，能觉的智慧啊。那么所觉悟的法性的真理啊，啊，真熟中真谛熟谛中谛啊，记住名为法宝啊。那如此觉悟的智慧跟理。是能够和合叫做僧宝，啊，能观的智跟所观的理境能够和合，这个叫僧宝。僧宝僧就是和合众，所以和合智跟理能够敏合啊，就是僧的意思，叫僧宝。这是呢一体三宝。好，其次呢，我们再看着忏悔行法256页，旧版243，好，31不行救赎戒，同又则示范了忏法，有对手忏，有执行忏。那么离幻的忏法当中呢，那么同又就是一心三观无生忏的，接着呢修正的差别267页，旧版253页，
三十一不行救赎戒，愿出信别出住，通见地菩萨，藏四度菩萨，皆能尽力行四救。愿出住别出地，皆能尽力行礼救。那圆教的出信，别教的出住，通教的见地，这个呢都是属于断见后。还有呢，藏教的四六度的菩萨，四六度菩萨呢，最初发心呢，原四谛的境界，发起四弘誓愿呢，修习六度万恨，三道欧生起解，乃至于呢，树下降魔安坐到是第一位，这是四六度的菩萨，他们呢都能够呢尽力的行这个四相的救度，有看到人家卖活菩萨父母形象的都能够去救度，而言出处别出地，破无明正法身呢，他们都能够尽力的行这个礼救，无明昏昏的破，法身纷纷的证啊，能够救这个法身慧命啊，行这个礼救的情形。那么性恶法门当中呢，讲到说呢，正义以法界三宝抢受法界庄严，正想要呢以法界的三宝抢受于法界庄严，在性恶法门当中啊，就勉强受于这法界的三宝，不知道的都要让他们知道了。那么其次呢，我们再看着底下一条戒，我们换到前面的戒文的本身，第153页，损害众生戒。那么第32损害众生戒，这个损害众生，也就是说呢，做损害众生的工具，贩卖这一些的损害啊，正是指能损害的人、众生，就是指所损害的对象。中间呢，有损害众生的这一些的工具。刀杖弓箭等等哦，那么如果贩卖损害众生的工具，或者造作损害众生的事，正是呢这一条戒啊所犯的过失，而戒呢是能护之行，能所合称叫损害众生戒。我们呢看着自戒的意义讲义，补充讲义第49页附表第42。出自义者，菩萨理应持救一生，何能续杀害具损财命？义为三句，故须自也。这一处自句的意义说到，菩萨在义理上应该要慈悲救拔，利益一切众生，怎么容许啊续存杀害众生？杀生害命的这一些工具，那么损失他人的财物以及啊损害众生的生命呢？这个续这一个字，在法藏大师的戒本书，他的戒文所依据的另外一个版本里面呢，他是不得续刀杖弓箭，那我们现在所依据的本质叫不得贩卖，所以这个地方呢，续在我们呢现在的本质里面就是贩卖的意思，这个版本里面就是贩卖，怎么容许啊贩卖杀生呢害命的工具，还要损失他人财物以及损害众生的生命呢？这当中呢，也归为菩萨的三句境界啊，所以必须要自戒来遮止。
第二呢，讲到次第的情形，前尊恶不救，今损害众生故也。前面一条戒说呢，见到尊长啊，尊敬的境界啊，有恶难的时候啊，坐视不救。现在这一条戒说到啊，损害众生啊，贩卖啊，损害众生的工具的情形。好，接着我们呢，在说明戒文的本身。好，其次呢，再请诸位一起念哈。若何执不得贩卖刀杖铜剑，去金秤小斗，应官行事，取人财物，爱惜器服，破坏城隍，长养蚂蚁猪狗，过户养者，犯刑部罪。好。那么戒文呢，也分成三段：追求标人，第二叙事，第三结罪。那么首先追求若何执这一句是标人，标出能换的人，不得换卖刀杖弓箭，这是第二段的叙事。当中呢，又分成六个小段落：追求杀具，第二趁夺。第三四取，第四戏服，第五破坏，第六猫腻。现在这一次第一段讲到杀具，杀害众生的工具，不得，这不得两个字啊，是贯到后面的文底下几段啊，这个五段六段，一共有六段都是不可以的，不可以做的。不可以呢，换卖啊，这个换卖就是买进卖出，损害众生的工具啊，刀杖弓箭。刀呢能够斩，能够杀；杖呢能够捶打；弓箭呢用弓能够发箭，那都能够伤害众生的生命啊！假使呢杀害众生的，那就又涉入杀戒当中所说的。现在这个地方呢，针对啊贩卖来解轻过罪。欧益大师呢何处解释说呢？刀杖弓箭者，什么意思？损害之计。这是呢损害众生的工具啊。戏轻秤小斗，这是第二段的秤斗，轻的秤，小的斗，这也是呢恶心戏有的情形。古代啊，有把这个秤里头啊装了水银，装水银啊，称东西的时候呢，外表看起来好像多了，其实那个斤两是不够的啦，偷斤减两。所以呢，戏不可以戏，这个轻的秤，小的斗。欧祖的合注里面讲啊，说轻秤小斗者，什么情形呢？欺狂之具，都是属于欺狂他人的工具啊，或者有用短尺，用短的尺，那短尺做量布，你到布店去啊，卖布的是用尺在量的，用短的尺来量这个布，意思其实也是骗人的，虽然戒文当中没有列出短的尺，但是呢，也是在戒条里面呢所约束的。又以重秤大斗长尺齐入，一同持之。现在呢是就着卖出去的时候，是不可以系轻的秤、小的斗、短的尺。现在说以重的秤、大的斗、长的尺而买入、买进来的时候，称东西的时候呢，这个。标准的比标准的还要重，
那斗呢？哦，斗也是一样的，比平常那个量啊，那还要大一点。买入的时候就赚了，哈、哦，也是欺骗人的。所以啊，相同于是这一条界当中所遮止的，都不应该的。然但曰：续用故节轻耳。若疑患诈取，令前人不觉者，自属盗摄。然而这个地方，但是呢，旧者续用的时候，你续用的时候，且轻过罪罢了。假使呢，正是呢，哦，来量物，疑患，啊、哦，疑患斤两，诈取他人的财物，使令呢前人对方呢，不觉，他也不知道啊，哦，你用啊，这一些啊，轻的秤，小的斗，短的尺，卖东西给我，他也不知道，那你就是啊，换偷盗了，哦，这当中呢，就依损害的价值。轻损的价值来论那个罪的轻重，要是五钱，那就要换波罗夷，换重罪的。接着呢，因观形式取人财物，这是第三段的事取，仗势自己或者他人这一种呢，势力强取他人家的财物。因观形式，何处呢？跟花影当中说呢，因观形式者，行以逼夺，以威力伤此，结请或用自观事，或假他观事也。若取非其有，若取非其有，亦是盗摄。说呢，因为呢，仗势者，官府的形式威力。这种情形，也就实行于逼迫夺取，以啊权威的力量啊，伤以啊慈善之心，就着这一念恶心，结轻过罪。要是说呢，假借啊自己的官事地位，或者假借他人的官事地位，取人财物。若取其非有，假使所强取的不是你应该所拥有的，那就是侵损人家咯，这样呢就入于盗窃所说是的了。所以这个地方呢会结轻过罪，持旧者这一念的恶行，仗势啊自己的前世地位或者他人的前世地位。接着呢，害心系火，这是第四段的系火。害心系火，这个害心，也就是说呢，内心想要损恼对方，哦，不一定啊，要使令对方啊，导致有所伤害。害心，以损害对方的心，损恼对方的心来系火他。也就是说呢，因为前面呢靠着官事地位啊，强取人家的财物取不到，因此啊就以损恼对方的心把它绑起来，把它绑起来啊。欧益大师的合著呢，跟莲池大师的华严说呢，系火者损其肢体，若系火罪人呢，应不在此限。这个系火的情形，也就是损害啊他的肢体，哦，因为捆绑当中呢，难免呢就会受伤了。但是呢，假使系火罪人，哦，这有罪的人系火啊，就不在这此限了，也就不犯的意思啊，哦。破坏成功，这是第五段的，啊，哦，破坏成功。何处呢？跟花影当中说的，说破坏成功者什么意思呢？毁其成业，为益旧之业啊，还使毁坏也。破坏成功，也就是破坏他人呢成就的事业，
意思就是说，他人呢易就之业，快要成就的事业呀、啊，你还反过来使令他毁坏的，也就毁坏的意思。那么如此的话，就使令人家呢升起苦恼啊。这呢作为一个菩萨佛子啊，不应该的，破坏成功，破坏人家呢要成功的事情啊。长养猫女出果，这是第六段的猫女。那么长养、生长、养畜，这个猫啊，或者狐狸，或者猪，或者果，在历上呢，这一些啊叫做恶利鱼啊，恶利鱼。这个猪是所杀的，其他三种呢是能杀害的。因为呢，远的来说呢，有损害众生的情形，所以不应该蓄养，不应该蓄养。欧益大师的何处，莲池大师的花园里面说，猫女能伤鼠类，是令众生损害众生也。猪终归杀，是蓄养终归损害也。那么养畜这个猫女能够伤害老鼠啊，鼠类，这老鼠这一些的众生，这是呢使令众生呢去损害众生呢这种情形。你养猫女是有恩啊，但是呢他去损害众生就有冤啊，恩中有冤的。那么猪养猪呢终归于杀，这被人家宰杀了，这是呢蓄养终归于损害的情形。当然呢，我们要是说人家有放生的猪哦，那放生的就无所谓，这里制定了就不可以养这些动物哈。优婆塞戒经当中说到，说畜猫女者得罪，那么养猪羊等者得罪，养蚕者得罪，孰至如是呢？生可知矣。以上诸事呢，皆非慈心者所应为也。所以呢，在家菩萨蓄养猫女要得罪的得十一罪，那么蓄养猪羊等等这个动物呢也是要得罪的哦，养蚕呢也是要得罪的，这个优婆塞戒经里面都有戒条遮止的。那么俗人在家俗人呢的自瓦当中尚且如此呢，而出家的僧人当然呢就更不应该做了，所以说可知。那么因为呢以上呢这一些种种的事情呢都不是有慈悲心的菩萨所应该做的事，所以佛制定呢都不应该做。若故养者犯轻过罪，是第三劫罪。若故，故就是有心，有心来蓄养啊，有心这么做的话，每一段，这有六段呢、啊，每一段呢、啊、都要犯轻过罪，犯轻过罪。结罪重轻，谁是结罪？随着上头六种事情，个别个别要结轻过罪。善事开者，为者不开。在声闻的戒法当中呢讲到说呢，边缘的山上你住的地方哦，比较边缘的地方，或者这个地方有很多盗劫啊、哦、有盗劫，为了守护住处，在地上呢开始蓄养这个狗子啊，蓄养狗做防卫啊，做防卫、哦，一手果报，
湿沙道等流，那么所造作的是杀生偷盗的等流罪，果报当然呢，就一等流的情形呢，相对的。那么信则恶业，我们看的231页，旧版219页。32呢，损害众生界。那么记住有性遮恶业，遮业就是佛制定你不可以做性业当中呢，像吸这个猫腻等等啊，它会杀生呢，那有性业的。那么接着呢，七众弟子同友是共同制定的，三生经营若又不是为以生命，若作事意都趁卖物一所假也，不得钱却舍见弃贵，都趁良物任钱平用，如其不平应欲令平，若不如是得十一罪，解曰在家善恶况出家乎。优婆塞戒经当中呢，讲到若优婆塞这在家居士呢，为一生命，为了生活啦，假使呢做事业，在市场当中呢做买卖的生意，那么用呢斗或者秤来卖东西，一手假一，一手假一，也是一说呢那个价格决定了，不得钱却舍见弃贵，也就是说你答应人家了，而不可以说另外一个人来啊，跟你出价以比较高的价钱。你要多赚一点，所以啊，接受后面这一位，把前面那一个退掉了，不可以这样了，所以说不可以前却把前面的那一位啊退掉，不卖他，舍弃贱的价格，而趋向比较贵的价格，出比较高的价格这一个人，不可以这样的。那么买物的时候，前面是讲卖东西。你要做生意啊，不可以这样不守信的，价格说定了，那就给人家了。那么买的时候呢，斗秤量物任钱平用。斗秤呢，在量东西的时候呢，谁认为前面的这个，这个所谓的主人卖东西的人平用，他自己啊在那边秤啊。就能够呢说呢是合理的，如其不平应以令平，这个秤呢稍写不平呢偷斤减两的情况，你就要告诉他，你不要装作不知道，这不好意思跟他讲，应该告诉他，你这个秤呢还不够，你要再放一点哦，所以啊让他平，因欲令平，告诉他时令秤呢，要秤的平平的，斤两要足。若不如是啊，得十一罪。那假使呢，你也不好意思跟他讲啊，就纵容他造恶啊，纵他造恶，要得十一罪的，因为这个人可能有习惯性，每一个客人呢、都要偷斤减两，大家都不好意思讲，就他就习惯了，就一直造恶，那你要告诉他，这个斤两不足哦，你还要再增加，他就警惕了，有人知道了，那这时候呢，对他来讲是一种好心哦，不要纵容他造恶的，所以啊，要不讲的话呢，要得十一罪的。解曰：在家善恶，况出家乎？藕益大师解释啊，这优婆塞戒经啊，受戒品的煎药。里面解释的，说呢，在家的菩萨尚且如此的制定哦，何况我们出家众呢？你买东西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啊，也不能纵容众生造恶的，要用慈悲心，告诉他。那么大小乘呢，都是共同呢遮制的，接着呢，我们再看着。观心理解245页，
旧版233啊，第32损害众生界，环外损真，恶乘损俗，藏通损中，别损恶地。凡夫外道啊，因为着相没有看到呢，诸法毕竟空啊，所以啊损害啊这个真谛啊。二乘呢，因为啊，但是呢偏离空啊，不了者呀，这个俗就是呢缘起的差别作用啊，所以损俗俗谛。藏通二教的菩萨呢，损中谛啊，别教呢损二谛，尊是二谛，还不能够圆中，但是呢离开尊俗有一个中道、哦、所以啊别教，别就是别教的菩萨损害啊这个二谛，没有包含那个中道，没有包含了尊俗的、哦、接着呢忏悔行法256页旧版243，三舌呢损害众生界，释幻的忏法同佑，那么离幻的忏法啊，无声忏啊，无声忏四种无声啊，那么应用了相对于前面呢所讲的去对治哈，那么修正差别当中呢267页。旧版254啊，254页，三舌损害众生界，修正差别，出口无四损，意不损真啊、哦，出口的圣人呢、啊，那么没有事项上的损害啊，换脉啊、刀杖这一些的没有，也不损真，因为他能够见到啊，我空。啊、哦，我空，哎，能够证得那个真谛啊，所以不损害那个真谛。出假的菩萨，啊、哦，从空而出假，观空而不注意空呢，而出假，这种的菩萨呢，不损俗，色俗利身啊、哦，别相不损中，别谛严住不损恶谛，别就是别教的思维相的菩萨。不损害啊中谛，因为啊在四会相当中呢就开始啊修习这个中道观、哦、这个时候呢但是糊无明，把无明给糊住了，那么往前进的时候呢别谛别教的出谛就是破无明正法身，言住言出住都一样的破无明正法身呢，这时候呢不损恶谛，因为呢他所得到的中道是圆中，不是淡中啊，圆中就包含了真俗，就真俗圆融。那么性恶法门当中呢，损九戒成佛戒啊，佛意不利则即损十戒，前面呢最初啊损九戒而成佛戒，到最后佛戒也不建立了哦，在有一个佛界它还是无名的平等真法界啊，无佛无众生的、哦、所以这样讲来啊，记住损害的十界、哦、十法界啊是缘起的，在、啊、法性当中呢没有所谓的十法界的差别，都是同一个真如法性的、哦、接着我们再看着底下一条界，第33呢，邪业结观戒，邪业就是呢世俗不正当的行为啊，业就是一种造作，偏邪的这种造作，世俗不正当的这种行为，包含了邪命之火的业也是一样的。结观呢，结观。这个觉观呢，初心在原叫觉，细心的分别叫做观，也就是寻视，现在的翻译叫寻视。
也就对的境界呢，处的这种感觉叫做觉，而细的了解呀、啊、叫做观。觉观，简单讲，就是说呢，你对于这一些、啊、世俗不正当的这一些的造作等等呢、啊，你的内心升起种种的希望分别，啊，希望分别。那么对于世俗的这一些的分别啊，就增加散乱了。散乱心升起邪知邪见呢，那就会升起邪的这一种行为啊，造作邪业的情形。邪业结观是所犯的过失呢，戒是能护之行，能守合称叫邪业结观戒。接着呢，我们看到自戒的意义，补充讲义第49页户表第43。初自义者，菩萨理应处境失道，何容随流当自失一道业，别嫌有八：一失禅定，二真幻意，三坏善品，四灭法行，五遭大疾，六误所化，七毁境界，八成苦因，坏道之甚呢，故悉自也。这一处自寂的意义当中，说到菩萨在意义上应该要处境，处于寂静，然后呢，思道叫思维修习圣道。那么何容随流当自？怎么容许啊？随逐俗流，放荡我们的心智啊，而损失慧修圣道之业。那么学习的佛法，我们要知道的，要逆生死流。过去以往没学佛的所造作的都是生死流了，哦，那逆生死流，也就是说呢，学佛之后要归为以往所造作的那一些不好的。要是说呢，随流当自，那就失一道业了，会损失慧修圣道之业，别显有八。另外呢，这当中彰显有八点的过失：第一，失去了禅定啊。对于啊这一些呢偏邪的造作呢，种种的希望分别，当然呢心就不极静呢，失于禅定。第二呢，增长放逸的心；第三，会破坏善品，善法的品类啊，就包含了定慧；第四呢，灭法行，是呢灭亡正法的行为；第五，会遭到啊不信佛的人这一种大忌大的忌险啊；第六呢，一物所教化的众生。因为他看你这样做，他就学你的啦。所谓一物所教化的众生，第七啊，毁境界，毁幻呢、啊、佛的境界；第八，会成就啊未来受苦的因，因为这一系列业都是不好的，都是呢流转的业因，将来啊就是流转的苦果啊。坏道之甚，故悉自也。破坏修学佛道是非常重大的，所以必须要自戒来制止。接着呢，第二讲到次第的情形，前主系非以经观听作恶也。前一条戒是主常系存，非以这些刀杖弓箭呢，这是非法不如法的。现在这一条戒啊，也是向外啊去观看听闻，非法的色身所谓的邪业，那就造作呢诸多的恶法呢。好，其次我们看着戒文啊，请呢诸位啊也一起念一下哈。若何辞以进步观到一切男女等斗，君臣兵将谁谁等斗，亦不得听吹被呼叫行
色真谛空口各教之乐之声，不得诸不回起波罗三细，谈起六波开举之时，陀罗五千道八道行成，八千世长扬之波于波罗得作罗时，不得作道解时命，第一门得作若无作者犯其多罪。好，那偈文的本身呢，分成两个段落。这一处标人第二叙事，现在这一处若何止这一句是标出能患的人。接着底下的一恶行果，这是第二段的叙事当中呢，分成三个段落。这一处恶心，第二类似，第三总结。现在这一处那一处啊，恶行啊，这个恶行。然后造作底下的这一些事情，以恶行果，这个恶行就犯戒的因。欧益大师呢何处解释说，恶行者名为见机异物，直视呢邪时邪解也。恶行的意思也就是说明呢，他这种情形不是见机啊来利益众生的，直视啊，直接就是呢，邪思邪解、邪思维啊，哎，邪思维。那么以恶心的情形来观一切男女等斗、金正兵将节节等斗，这是第二段的类似，分成五个段落。这一处争斗，第二娱乐，第三杂戏，第四补事，第五使命。现在这一处啊，讲到了争斗，就以恶行来观看一切男女等斗。这个戒文当中呢，这个地方呢，它应该原来有不得两个字，就以恶心故，不得观一切男女等斗，有不得两个字。或者是版本的差异，那也就是说呢，以恶心的缘故啊，观一切男女等斗，观看呢一切男女等等呢互相的争斗，这是呢制定了我们眼根呢不许随便乱看，那么不可以观看呢一切男女等斗呢，这一切。就包含了任何一种的这个争斗的情形，譬如说你看斗鸡啊、斗狗、斗牛，这些也都犯戒的，或者呢男跟男斗、女跟女斗，像摔跤，打得要死要活的，那都是表演呐，但这个要犯戒啊，或者双方啊相斗。当中必有损伤啊，你看却没有慈悲心啊，或者会引申我们自己啊，内心当中呢凶暴之性引发出来的，所以啊不可以的，不可以观看的。那么金正兵将，或者你来看呢，金正和会兵将相斗，或者呢贼贼等斗，就是呢军兵跟呢盗贼相斗，亦不得吹听吹背鼓绝琴瑟征笛空和歌叫祭业之神。这是第二段的娱乐，就是治我们耳根，前面是治眼根，接着治我们耳根呢不喜听这些杂俗的乐音，那这个呢都是荒逸的事情，会恍修啊道业的，也不可以听这个吹背背啊，就是呢锣。欧益大师呢解释，背者锣也，海螺，你口一吹啊，它可以发出声音的。还有鼓绝，鼓就是用兽皮啊做成鼓。用兽的角来做成这个号角，它吹的也有声音的。好，
还有琴瑟琴，欧子的何处解释啊，说七弦为琴，七弦或者五弦的是属于琴。那么瑟二十五弦的是瑟，就是一些乐器啊所弹奏的声音，还有筝古筝，还有笛长笛，这个筝呢解释说筝者竹声，用竹子做那个笛哈，那十三个弦是蒙恬所做的啊，蒙恬所最初要创造的。还有笛，笛啊有七孔，用竹子做的，吹的有声音，有长笛有短笛的哈。箜篌，箜篌也是竹声竹子做的哈。二十四弦，相传呢是师言他所做的。那么以这种种的乐器啊，假借啊外在的东西而发出美妙的音声，世间人呢以此而起的，内心反正听得非常的欢喜，很舒服的，但是呢都是增长幻意的，对修道来讲没有利益啊，而且还有障碍的。这一些啊，或者是呢歌教，这男女歌教种种伎乐所发出的声音都不可以。不得娑婆为其婆罗塞戏，弹其六婆拍举，直时陀佛千道八道行成。这是第三段的杂戏，这是治我们身根。第一段是呢眼根，第二段耳根，第三段治我们身根。不去做这个娑婆，娑婆是什么呢？藕益大师解释，汲金呢付钱，就是赌博的，他的赌博啊，这些游戏哈，娑婆。围棋，古代有360路，现在横直有19路，围棋。婆罗塞戏，藕益大师解释说呢，汲金象棋，就婆罗塞戏就是象棋。还有弹棋，这个棋同这个棋木字，把那个木字往左边移，就是棋，平常的那个棋。藕益大师解释呢，弹棋是什么呢？汉宫人妆奁戏，汉朝宫人的妆奁戏。那么解释当中，或者说弹棋用棋子啊互相啊击，相击的情形叫弹棋。六婆六婆解释当中，汲金双禄，什么是双禄？掷骰子啦，136啦，掷骰子。相传呢是魏朝的陈思王所做的。拍局，接着底下解释汲金踢球。那么掷石陀釜，掷石陀釜者，古用石，今用石。古代用了石头，用小石头呢投到那个壶的嘴巴当中去啊，叫直石头壶。现在用剑啊，用剑来投。那么千道八道行成，这是天竺啊棋下棋的游戏，纵横各八路，以棋子行子来做的。那么蜥蜴戏也，这一些啊是印度啊小孩子经常玩的游戏。那么上头当中呢，虽然呢事情是个别的，从舒服这样下来有很多的事情，但是呢这当中啊都有胜负之心，使令我们的心啊散乱的，这是自令啊身根清净，不造作这一些事情。好，那么时间到，先讲到这个地方，其他的向下文长，互以来日回向。